嗱，今日咧，我想整嗰啲情感鱼，呢个系叫情感鱼，啲头系咁。啊，呢个好细个，又唔系大，又唔系细，中中地。呢个50蚊，三条嘅。我已经洗干净，抹干干净净，好简单嘅。只个呢个情感咧系好滑的啲鱼，你可以整7分钟到8分钟啦吓。跟住我用姜豉，啲姜咧一定要。切好細細嗰啲，好面絲咁啦。等可以整緊可以食下，如果係熟咗之後，跟住我用盅啦，同埋整緊熟又魚油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蒸10分鐘或者8分鐘，蒸緊魚。咁咧，我準備啲碟啦，擺嗰啲魚。呢个鱼好滑的，我都中意食嘅。情感鱼，好啦 ，OK， 蒸7分钟，好滚咗。蒸7到8分钟。整好你可以试下喺屋企好简单嗰啲整情感鱼，整姜豉。